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学院副教授方跃坚，我的研究方向包括隐私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已发表20多篇论文，并获得多项美国和中国的专利。我们拥有一个学院、2个学科、3个基地、5个系、13个专业的综合人才培养体系。我们每年有大约1000名学生毕业，使我们成为中国排名第一的示范性软件学院。我们专注于9个领域的软件工程硕士位，包括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金融科技等。oneAPI 作为一种新兴的并行异构编程模型，有效降低了开发者使用异构计算的门槛。通过在课堂上介绍这一最新技术，我在使同学们掌握这一最新技术的同时，提升了他们的编程能力。异构系统是当前业界的发展趋势，但在异构平台上编程存在很多挑战。oneAPI 作为统一的编程模型，大大降低了编程人员在系统上编写程序的工作，同时也降低了编程的复杂度。oneAPI 教学套件包含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实验练习，这种设施使同学们获取实践经验变得直观而容易。英特尔 Dev Cloud 提供了丰富的、全面的实验环境和资源，同学们可以轻松地进行实验练习。就我的课程教学而言 ，Dev Cloud 提供了一个配置好的实验室环境，同学们只要登录进入这个网上实验环境，就可以轻松地进行动手练习。总的来说，我认为英特尔的技术活动激发了同学们对于这一技术方向的学习和思考。在学习了 oneAPI 课程内容之后，同学们积极地参与到 DevMesh 项目中，分享了他们的项目和代码，同时积极地参与了英特尔 oneAPI 大使活动。通过英特尔 oneAPI 教育的项目，学生可以获取最新的异构编程模型和发展趋势，拓展他们的思维和知识广度，提升他们的编程技能。同时，从长远来说，他们也会从中受益。